Miki Miki， 我要出去玩了，你要一起去吗？嗯，不去算，我自己出去。好了，出发。停下，停下。口罩。我忘记带了，有了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这里可是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口罩和玩具们，快来买哟！欢迎光临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很适合你哦。嗯。好奇怪吧，你看多帅呀。我不喜欢。给我看看口罩吧。口罩这个怎么样？可火了呢。这个太难戴了，不喜欢不喜欢。这个很火。那我试试吧。这个太搞笑了，老板，我就要这个。给钱。好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好，我已经戴上口罩了。这次表现不错。拜拜。拜拜。这里不错。OK， 没问题。戴口罩。口罩。这里，这里。好了好了，以后一定要好好戴口罩，我盯着你哦。我知道了。哇，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啊。好闷啊。哇，太喜欢这里了。又是你。没戴口罩是错误的。我的口罩扔掉了。快去买口罩。买口罩。好的。老板老板，我要买口罩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的口罩扔掉了。那好吧。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太搞笑了，嘴巴这么大。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这个顾客也太挑剔了。这个吧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好像挺正常的。我喜欢这个，就这个吧。好吧。给。拜拜。拜拜。你为什么不戴口罩呀？吃饭的时候可以不戴口罩，你看。原来是这样子。我懂了。干杯。
玩具盒里好多惊喜。